中建友好的根基在人民，未来在青年。青年人最富有朝气，最富有梦想。我们支持两国青年人多交流，多走动，就像走亲戚一样，常来常往。目前柬埔寨在华留学生已经超过1200人，我们欢迎更多柬埔寨青年才俊到中国留学深造，将来学成之后回来报效祖国，也成为促进中柬友好的使者。下个月呢，中国驻柬使馆将和柬埔寨青年联合会一道举办中柬青年对话会，我们欢迎两国各界青年朋友踊跃参加，为弘扬中柬传统友谊贡献真知灼见。总之呢，我们希望并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两国青年投身到中柬友好事业中来，为深化中柬友谊做出青年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。